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绿萝非常适合夏天，而且养起来也非常省心。它的枝叶生长速度比较快，还有一定的攀爬性。其实绿萝的枝条不仅可以往下长，还可以向上爬。今天给大家讲讲绿萝常见的两种养法。一、挂养。首先就是把绿萝给直接挂起来养，这样叶子就能垂下来，看起来就像是窗帘。把它移栽到一个可以垂掉的花盆里就可以。夏天的光照太过强烈，不要将其一直挂在南阳台，最好转移到客厅或者北阳台。随着生长，绿萝枝叶会越来越多，蒸发量也就会随之增加。这时候浇水量不用增加多少，主要担心怕出现烂根的情况，可以每天向它的叶片进行喷水，这样既能达到保湿的目的，还能清洗掉上面飘落的灰尘。因为是生长期，每半个月也要用一次肥料，营养液、腐熟好的淘米水都可以。二、绿萝柱。这个跟挂养完全不同，挂养的枝条生长方向是向下，而绿萝柱的生长的方向是向上。在盆里插入一根可以让其枝叶攀爬的柱子，跟铁线莲和月季的原理差不多。这种方法养绿萝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它的叶子长得更大。在日常喷水的时候，可以往里面加一点啤酒，如果叶子面积比较大，最好是用毛巾蘸着进行擦拭，这样才能让叶片更好地吸收营养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可以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